从王牌家族队开始派人。腾哥一个人比划，我们三个人猜。那你们猜的人是不是少了点儿？好，这轮你要面对切换的方式是男女不同的表述方式。呀，那腾哥在行啊。挑战开始。嗯，你可以说话了啊。啊，可以说话，可以说话，可以说话。当然，七尺男儿。得他们猜出来。给他们猜，我以为游戏都变了呢。你可以说几个字儿，四个字儿。那再来，四个字儿。骑电动车，电瓶车，拐弯，换情绪，换身份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舒服了？这怎么了？过山车，四个字儿。飞驰人生。啊，骑马，那个旋转木马。哦，正确。哇，很惟妙惟肖的那个表情。三个字。变女生。不倒翁。不倒翁，对了。四个字，僵尸，游走是吗？四个字，行尸走肉。哎呀，太快了！你太有文化，我的天哪！你还是个文化人。四个字啊，娇艳欲滴。破茧成蝶。哇，太有文化了。三个字。女生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斗鸡、斗尖、怀孕、肚皮、肚皮舞。女生的啊，现在还是四个字，就演呗，你快点呢。这不好比。什么呀？这是男生。我刚才表不是男生吗？这老太太。什么呀？这是。腾哥，你戏路怎么的了啊？有局限了。第二个字啊。开，进，缝，入。后两个字。飞，入飞飞。想入飞飞。入飞飞是什么东西？好棒啊。那个请检查一下华晨宇的麦还好不好使。娇艳欲滴，妖娆不行。骑马，那个旋转木马。想入非非。什么东西？稍微出点声儿。画画啊，画画在那儿猫冬呢啊。参与很重要啊。下一题。俩字儿，女版。星星，泰山，金刚。花花，你随便说点什么。好。仨字儿，惊讶。消防员，灭火，灭火器。哎，正确。现在还是女版的啊，女版的。快点的，怎么这么？
个字啊。啊。我的妈呀！春心荡漾。啊。嗯。春心荡漾。哎，虽然你说的不对，但我很欣慰。第三个字。晃柳摇。再说。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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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千姿百态。哎。很接近。千姿。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对。千和百。牵什么、啊、哥？牵手观音啊！没时间了。牵牵百，牵和百，千花，千奇百态，千变万化，千千方百计。回头看看。千娇百媚，这么难吗？哥，你这个娇这个，对不起，这个。那我应该演这个是吧？小产品粘上了，说我演这个娇是吧？这个我们是那什么，我们词汇量太少。总体挺好，我觉得前面猜得很快，可以的，前面猜得很快。我还好，没有特别增加难度，尤其是千娇百媚，没增加难度，向着自己人，对不对？特别想让花花开两个口，一直不开。本轮答对八道题。相当不错，相当很厉害了啊，很难超越感觉。来，麻花队，走，李老师，刘老师，我也去啊。你猜吧，您想帮着猜啊？猜，对对对，您这么博学的人，一定得让您来、啊。我基本上猜不出来。来来来，那就是我没比我好。这轮沙溢要面对的切换方式是，你的描述过程在普通话和地道方言之间进行切换。可我方言东北话跟普通话很像。有其他地方方言会不？纽约河南话什么类似这样的啊？不太会，反正我瞎说吧。好，挑战开始啊！三个字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！哎，东北人平时爱睡。炕，火炕。第二个字对了啊，第二个，第一个啊，哎呀，热炕，热炕头，也对，对对对对，还是方言，也这个炕，直如疾风，势如闪电，直如疾风，势如闪电，这个炕我得懂不啊，这是上来，葵花宝典。这是啥？爪？这是爪？这是五？这手？对对对了对了，这是什么？云手？啊不，拜占堂，葵花宝典。拜占堂的电梯。我听不懂说的啥。这是什么武功？什么？拜占堂的葵花点穴手。好。对了对了对，全都浪费在交流上。对，四个字啊，第四个字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傻，我，笑，对，大笑，哈哈大笑，开怀大笑，捧腹大笑是吧？也对，方言啊，第一个，汪汪，狗啊。哎，你们那个汪汪说的是普通话啊！汪汪！第二个，狗急跳墙。哇！两个字啊，两个字，说这人呀，这啊，有气呀、啊，闹心，有气，胀气，憋，哎，有憋了，错。下一题，四个字儿，前两个字儿，瞪眼、对眼、鸡眼、凝神，后两个字儿，瞪眼、吐舌、狗眼残喘，狗眼残喘，第二个字儿是晃眼，文言文说这是什么？文言文。默，第四